你有冇試過咧用咩方法脫毛啊？或者脫邊個位置啊？咁我細個嗰陣咧就用過啲剃毛嘅方法嚟到處理一啲毛髮啦。咁但係咧就發覺越剃咧，其實啲毛髮咧就會越嚟越粗，跟住咧啲膚色咧就會越嚟越深色。其實都困擾咗我好耐到。咁再後期我就試過用啲蜜蠟咁樣去脫毛啦，即係每次咁樣一撕開咧，個痛楚我真係都接受唔到。之後咧，到我大學時開始坊間咧就出現一改光脫毛嘅療程，咁我都好嘗試去做呢啲脫毛，咁但係我就發覺只可以將啲毛髮係變幼啲咯，啲毛髮就依然都存在喺度，所以我就變咗覺得係嘥咗好多嘅時間啦，好多嘅金錢啦，但係都未得到我最想要嘅效果。